所喜庆的今晚的宝兴坛综艺晚会2014正式开始，马上邀请我们的歌台美女，我们的婷婷带来第一首歌曲《骑马》。在这里呢，为大家献唱，也祝福大家呢，唱看歌台呢都能开开心心，心想事成啊。那么呢，今天呢，主持呢啊，主持人、歌星呢都是一级棒，还有我们的乐队、音响、灯光呢都是一级棒的。所以呢，大家呢今天有眼福，也有耳福。那么呢，接着下来呢，我想安排下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呢啊，近期呢在中国呢非常流行、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小苹果，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我种下一个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当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升起，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少年小苹果，有你的每天都新鲜，有你阳光更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云我是蓝天，春天的你漫步在金色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桃花陪你散花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我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笑脸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时下呢非常非常流行的歌曲，也是我第一次呢跟我们维乐师大乐队老师配合的一首歌，谢谢老师。好，那么呢听完了两首呢都是华语歌曲呢，接着下来呢我想安排第三首歌曲，是一首福建歌，也是大家您熟悉的一首福建歌，爱拼拼到底，献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Oh,
看那一条路，来个破坏嘛就行。自信无在下，破坏别管呀，总有一天你总出好名声。带不起，带一个土公婆出门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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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呀，太棒了！今天是一个天大的好日子，对不对？今天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宝兴坛庆祝37周年，以及我们的张共圣君的宝诞千秋。在这里呢，我先代表呢我们全体同仁呢，先向我们今晚的喜庆人呢致欢贺的喜，祝福你阖家平安、吉祥如意、幸福快乐。谢谢我们的吴志明先生所喜庆今晚的一庆节目，好不好？来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感恩。啊，真的太棒了！今天晚上呢，也非常高兴的，非常感谢呢大家来参加我跟王雷的婚宴。我跟你讲，我差不多两个月没看到你了，一看到你，不知道你带点小笑的面呢。我反正吃一饭，看到你面，看到你面哦，我就罢了，免吃了。真的很高兴，两个多月没有碰见你了吗？是是是，对不对？又遇见你，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可爱。对不对？真的真的。那外面有在传一句话，安怎呢？红雷的话你最好别听，你看。没有，这是什么心话？认为还是刘玲那么漂亮的、那么可爱的，好不好？听听你们的掌声。来，我都不叫人拍手。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大家的疼爱哈，大家不甘甜。那如果大家觉得王雷还是长得这么，是好看歹看？你要敢讲，未使听。歹看，亚健哥，你。如果大家觉得他还是一样长得这么难看的话，掌声表示一下。你的老婆啊，这样你呀，我跟你讲啊，安怎嘞？你啊，你看嘞，伤到恁某啊。没啦，没啦。恁某在嘞，逐天吼困起来咧对心肝。没啦。哎，讲我，哎呦，这啊，安怎人无嫁去嫁老狗啊呢？你啊，你去袂爱玩咯？我爸问伊讲，哎，安怎嘞嫁我？伊讲不要紧啦，哦，我嘛将好跪地就好了，跟你玩咯。来。今天晚上除了要感谢呢大家的到来，当然我们要感谢整个团队。今天晚上呢担任全场的灯光音响 LED 特效，那是我们新加坡的目前呢稳坐第一表交椅呢操作整个市场呢专业。我们来灯光音响新特效 LED， 我们的桂婷老师这一班，有的人今天是来支持刘玲玲，有的人是来支持王雷，更有大部分的人来支持这一班乐队。
这一班乐队呢，可以讲呢是我们新加坡公认的最好的大乐队。那么他们也是蝉联了很多队的最佳乐队。乐队刚刚荣获的我们2014年歌台大奖的威勒斯大乐队。谢谢。那公公，我问你吼，我两个话我无拄着你了嘛？你想我未？无讲真，你想我未？如你这双白白讲骗话啊！我是较无想你啦。安怎呢？啊，不过我的囝也蛮想你。安怎呢？我的囝到即阵啊，食济啊！我的囝是出世到中间，阁是食济。无影啦！真的？唔捌看食到肉臊啊！哎呦喂哦！所以呢，因为安怎要互伊食济啊？啊哈！因为若食粗的，就无需要搁食牛奶粉啊。哦。啊，就食济，所以爱食牛奶粉啊。哦。啊，一食到牛奶粉，就想到吼，这个王伯伯还欠他一年的牛奶粉呢、啊。我跟你讲哦，你囝是咧食济啊，当时有机会该接触的。面。无想真的食济的哦，伊心态就真正好。你看下子吼，伊生日当时，我去你家拜访你。无，伊吼一直出个生死礼嘞。哦，生死礼啊。他喜欢玩死礼，特别去夹死礼。啊，伊夹着吼，别人诶，伊就不要紧，你搁要放嘞。啊。伊夹着你诶，飘。无讲真诶。真的，爽吧？因为吼，拜佛诶人无讲骗话诶。无，我甲你讲。我出来三拜啊，我落去帮忙买，我看到你面，我都飘。所以讲，我知影做啥物代志了，所以我要赎罪。看伊生日当时。好不好、啊、我去恁厝拜访你、哦啊、我打电话去你家去。买了一项物件在赎罪。安怎呢？就是叫恁某爱吃爸爸，安尼饲互碰碰，安尼来饲到变了。哈？伊会使食无？哈？伊食当济个咧。对啊。我某有互种食醋的人拍着，你知影袂？所以讲伊本来就臭。你听我讲，恁囝生日我打电话去有作用，好不好？我欠你一年的牛奶粉，我做主拜现清，好不好？所以我讲到做到了。我也才相信嘛，那是不才相信的，怕破啊呢！我你，哎、欸，不耶，你今日去的店了，说你白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吃这人你看好不？我本推你啊，那所以今生日，我去恁厝拜访你，拜托一个代志，啊，甲你点头，伊人达到赞成的，好不好？叫恁囝甲我拿四个号码，我去买买票，丢了恁白花十米牛奶粉，会使无？应该真捌拿过买票啊，恁老母唔捌搞伊拿嘛，对不？会使无？你啊，甲你时阵战争会拍破一个，会破平无啊？破破哩！这两个就是拢了你的亲情了，不是大牛哥哟。不是这样拍破，我甲你讲，免表上个输五年八年要后面哩。来啦！但是今天晚上呢，还是很高兴的，就我也不知阿明有该搭档，哎呦，来啊，看到他就很开心。啊，真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哈。对，那亲近了十几年了。是。那么也希望呢，今天晚上呢，我们两个呢，穿着隐形之下呢，大概能够度过一个轻松的晚间时刻。是的，哦，今天的一期节目真的非常棒啊、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福建歌王哦，还有我们本地非常杰出的歌手，今天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哦、把我们的节目希望推向高潮，就这个重重的责任就交给我们的刘玲玲刘大姐了。什么推向高潮？推向高潮啦！我你讲那推向高潮。对啊，最近你发个变金箔了，还可以。完了，最近你翕的什么118？对啊。对不？我特别冇看到呀。对你发个我进步比你高台都更好。是咩？真的，你到底别讲好多。好啦，你的话袂使听。奇怪，两摆啦，伊讲两摆了啊。好来，啊，坐下来，咱要介绍什么歌？哎呀，这个真惊死人哦，我无骗你哦，会使讲全国台上大机关的了，喊操上大了，哦，啊，伊咧唱歌啊，拢个声拢个真正高，我真久拢无拄着伊哦。哎，你福建的使爆料较好势。安怎呢？哦，你唔就讲哦，这个哦上大片上大班的啦。我讲大机关啊。什么上大机啊？个骨啊？你看老歹听诶。哎、欸，阿弥陀佛，我本是吃多了。好来，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孙强。来，大家晚上好，谢谢我们的音乐。哇，谢谢。掌声好。来，谢谢我们的林大姐。阿弥陀佛。
就爱亲像对人，虽然着爱讲到朋友，至少听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忙，人自然。有什么通好计较？有什么通好怨叹？老师啊，送给我们所有好朋友，谢谢你们的掌声。一百岁，麦当麦我飞机 ice cream， 爱困了都过来。谢谢我们的 Andrew 哈，来今天来到这里，先恭祝所有的女士哦，所有头家人，看过大家好朋友哈，希望今天看到大家开心，拢欢喜哦，拢会哦，顺顺哦，拢行好运发大财啦哈。好，刚才那一首第一首歌哇，真久无唱了，我是男主管，送给大家这首非常有哦。有意思的一首歌曲，那做人哦，对吼，啊啊，有人看你会当，你就要真心对人，你就对了哈。对，哎，好，节目的继续为您安排这首也是相当久没有上来，带来一首《后一站》来上海来欢迎的，谢谢。来，掌声给我们的四位美女。已经找到你的梦，就牵着你心要爱的人，咱有缘成双，无缘怨怨，就一步就好心等，祝你幸福平行阮几世人，对你的枕头车站，予阮的话行太强，这爱要全份对我太难。祝你幸福平安，祝你心平安，一声人错过缘分已到站。想送别人，嘛爱想咱一人，咱真心相爱的人，后一站。
天已经找到你的梦，手牵着你心要爱的人，咱有缘心相，无缘怨怨，提一步就好时光，祝你幸福。行几世人，为你的情留这站，乎阮的话也太甜，这爱要传分对我太难。祝你幸福平安，祝你一生美满，是啥人错过缘分已到站，笑笑送别人，嘛爱笑笑人一人，咱真是相爱的人，好一生。祝你幸福平安，祝你一生美满，是啥人错过缘分已到站，笑送别人，嘛爱笑笑人一人，但真心相爱的人，好一生。来，好几张送给大家，掌声给我们的四位漂亮的美女。我那个十二岁还给我拿泡面也给他梳吧，还有他蛮不出彩了。啊，真的非常漂亮的舞蹈员哦。今天能看我们的舞台，好像是演唱会的舞台哦，还有单色哦，最好的灯光音响，最好的乐队哦。今天真的唱得很爽。好，节目的进行，第一次跟我老师合作的一首歌曲，通常我们都是一歌嘛哦。那班上大伯有小三呐、啊，什么娶水姨啦、啊，什么的。今天是讲查某，这条歌意思是，那边意思就是借查某打鱼，打两啊两只船。所以讲爱都爱我，买你都离开我。你看歌词很好的，来，我第一次在歌台上来，一心分两人来，谢谢。
要分予两个人，一款的爱情到底甜也袂甜？一首歌要唱予两个人听，同款却无同款心情。我对你向来无两种心肝。怎样你拢是予我心头的痛？若是你袂当专心好好来对待我，哪样甘愿放我走？我竟然对我讲坦白，我紧予我看破，予我会当行新的路，予我过新的生活。我竟然对我讲好命，你欲爱倒一边，毋通予我踮这地等，永远地予我。我竟然对我讲坦白，我紧予我看破，予我会当行新的路，予我过新的生活。我竟然对我讲好命，你欲爱倒一边，毋通予我踮这地等，永远地予我。不能让来算哇，假死人哦！如故如无看你你哈，你如来如大病哦。不，你是假死命啊！你宵夜有食无？其实无咧。奇怪，你都无食，安尼肥干咧款。我逐天食，暗暝啊食，拢总食，下晡啊食，早起啊食，啊宵夜不食。我有食啦。安怎咧？啊，你食哩多？我食500g，放1000g就得倒来肥。放放倒落，放放就无啦。无啦，放后壁出去啦。我就跟你讲，顺畅的声转来了。无啦无啦无啦。有一系列声吼，哇，粗巴厉害。哦，伊就过来啉酒啉较多。欸，不是啦，因为最近我的喉咙也是因为发炎过了的清冷。哦，你要小心哦。嗯。哦，如肥的人会写游记哦，我讲。另外，再肥一本写游记哦。拢装生意哦，无无讲，是你讲的，你大家也是休想熬夜、喝酒、對對對抽烟，才会今天的肾脏病。所以啊，哎，我们的我那三岁的吼，哎，老公公啦公啦，安那一群，你讲古野人谁有记啊？啊，啊，善良啊，善良真啊。哎，古野，喊着你干啥？我对你干啥？你别叫我干啥？你我恢复的，我叫色的。哟，这个那是都团的呀。什么团？公馆。我孙强的声好啊，哎，不用，声好都得了。对，我你看，给头毛点个，哎呦，你看。我那没点的啦。没点啊？我你球队啊？对对对对，自然的。自然的。准备个好看了不？面色给都得来。有一摆你面青青，我烦恼的，我惊你个不做这无惊人熬老的。是烦恼是惊乱，惊你被欺负。是无惊，你少年啊。你看，六空空迄阵教员20几年，无爱生囝。你教员几年？十几年。啊，十几年安怎卖生囝？14年。安怎卖生囝？安怎你免看人有囝了，你免看人。啊那，伊卖生囝就来你的厝，啊那你按掉。无，我生囝王林堂兄弟，王宝未生，林宝未生，无林宝就我生的。王宝未生，倒不如免卖叫王宝，让你叫你生好不？啊，你我好，你多个人。讲诶，某会使笑诶，要来甲讲一款话。啊，你卖好咧，你某嘛龙头多钱过。无啦，我伊原本只笑我好看，卖来只看人，卖来只看尔。啊，你歌是唱了未？唱了。啊，那唱了佫老了了，冤家人哦。我，伊无谢谢我，都唔敢走啊，这么专业啊。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新加坡阿强，谢谢。哇，这摆你干来关你骂。啊呐！唔知你出来，你骨髓出来哦！我根本惊三斤肉，甲你查，你知影无？不要！真了也无骗你，莫当讲你逐摆讲我乱猪跑，乱猪跑，逐摆甲你讲正经，你无？因为咱哦人爱有正念呐，所以看到就会较清气啦。啊你嘞，你敢那割脖子？你什么割脖子？割
薄鸡。哦，你听到甲薄鸡呢？你，你是熬夜吃这，人家都没错的个，我无理的。有鸡的鸡。你有那个发音在呀？你发音的啥？你知道吗？那个哈巴。什么哈巴？我是哈巴嘞。什么哈巴？你人讲你讲是水龟嘞，你是水。雄雌啦。雄雌较水。哈？雄雌较水。啊嘞？迄个甲薄的面就较歹看。甲薄的面是淡薄乌乌臭大臭大，爱去吹人啊！你想个你？你讲啦，你给讲哦，甲薄的面淡薄臭大臭大。啊。你给夹夹夹。对啊。我冇跟他有你才会。我冇跟他有，有一块地嘛是臭大臭大，啊嘛是夹夹夹。你搁在想歪了，这边啦，查甫人这边当然臭大的嘛。啊，看一楼，你家己夹夹，你看有声无？夹夹，你看有无？袂咧。你袂咩？我爱清气清气，你袂。我夹木咧，火龟速诶！那空空，你肯定是无剃毛出来是无？我一路来都唔捌剃诶。是咩？因为较白较厚，还生袂出来。哦，有这代志诶。对。哦，几个人拢无毛诶。奇怪啊！你今日来做事伊吼？啊。大家阿姊敢若无面见咧，规工人家在办伊了。这摆你死惊了，我惊到古早是愈大地愈好，这摆是人愈输地，今日倒落安站啊大地出门的，对吗？啊，听讲你这摆搁去翕电影，做第一男主角。行啦，这个哦，出来哦，讲嘛有灵啦。啊，去酒翕的景点嘛，唔知影是男主角。翕了过后吼，搞过九王爷，佮接到电话。我跟你讲，伊的话你最好莫听。你话搁再来了。啊！你奇怪，你怎么跟我今日咧先真的这出戏我是男主角。男主角。男主角，你是安怎？你我袂骗你。足高诶。不，不是是黑你聊天。我先把这个不错的男主角，你卖。真的咧，我家己本歹势咧，伊讲个配角来都很英俊潇洒的咧，嘎嘎的，我们那些有一个国宝级的嘛，哦，叫张俊的嘛，哎呀，写了我好快哦，吼，伊面敢那秦汉秦祥林一光面，哎，伊会写跟我差唔多，啊，奇怪，伊都快叫伊来叫我翕咧，你奇怪？你看，嗰个好练，你看，你拿今日恁爸是去福州恁厝的风水是无？无，我甲你真好啊！对啊，对啊，过年爱搞了啊！是。对啊，过年爱搞了，有啥物？啊？有啥物愿望无？无啦，过年搁看到一只狗嘛，跳来跳去，甲布鸡。我在甲布鸡。甲布鸡啊！哦，我超有人听无？啊，有什么心愿吗？剩两礼拜都到新的一年来了。你要有什么心愿？我真的，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在歌台站住脚，还能在这个演艺圈生活的时候，开一场福建的 talking show。我没有什么愿望，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全新加坡人都平安。那更重要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王雷欠我一年的牛奶粉赶快来还。我跟你讲，你也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你也卖黑我，我跟你念一世人。每月三粒榴莲哦，炒的两粒，我念五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佫无加买第三粒来落去去啊，都是你讲的。我跟你讲哦，这正月可能我拄会到你个，你唔当咧正月正时甲恁爸讨牛奶粉的钱，我无骗你。你有计划再生多一个吗？坦白讲，你有这个勇气无？计划再生多一个？啊，安怎呢？袂使啊。安怎呢？袂使就袂使啊！安怎是讲袂使？袂使了。安怎袂使？配声有了，伊个机器是有点声的。我有问录的。安怎呢？用了是配声老了，伊就袂开了，就是砍掉的。有时个痛个都是。哦，伊砍掉呀。啊！我问，我讲，无录的，我可是因袂使。我安怎袂使？你莫甲我讲。啊！到尾甲你讲是这话呢？门袂使开啊！恁恁都有人敲门无？有人敲门就开的了，阮某的门有时逐摆无爱开，恁爸拿螺丝批甲撬撬撬开就开了。对啊，你表伊个人爱拿螺丝批，无斯巴纳不袂歹。你的某我是拿斯巴纳，啊，我较无是拿。安怎呢？我是拿坐电梯的，家己去。你有讲，你有讲，你的门袂开，但是真的无论 OK 啦。你的 girlfriend 来了。哎，我是门也是袂开的。哎呦，要收哦！讲骂，讲骂，讲叫你去死较好，你去看卖。我见的哦，阿姨讲，伊逐摆送我小卡。什么歌？
我看你，你家大门啊，你家大门。又听那天铃声。哒哒。哎呦，狼啊！你看，狼咧玩我咧酒啊！你看，偏偏两口卡可拉给我吃。就是咧奇怪，咧夹夹水来，佮讲，哎呀，叫伊炸死炸哦，啊，佮一公好个咧。有影哦，哎，有影，这是真的哦。伊只夹一罐就可爱啉哦，啊，狼就是啉个可卡可拉，啉到死去哦。伊其实我唔知啊，即摆伊搬我可卡可拉，我拢总夹互中国囝食了，啊，中国囝咧死，你中国囝先死。我了是讲，我感觉咱这年唔通啉个。对，我真嘞，我最近咧过。你也无认识啦，咱西山的体力一降落几天前。哎，有影有影，我试了，我试了，真嘞是这是有影代志。真侪人咧唔相信，试看卖。你哩啊啊来对话对哦对哦对哦对，啊啊，你咩啊？哎呦，伊个有良心嘞！伊今日啉可卡可了，啉了死，赶紧换一罐万冬哦。啊，这挂食啦，这有防腐剂，食了会老塞，死了就跟去。Yeah. 这有防腐剂的啦、啊， oh. 我咧上淡水，我嘛哪唔知影。哦、oh. 啊，伫个什么水有防腐剂，无防腐剂，我会知影。啊，你有去研究无？研究什么？啊，你里面咱臭大臭大的。我最近有玻璃，我玻璃，玻璃，我玻璃，我买，我甲头家说买讲，买了伊加加加加，你水调加加加加，三礼拜就白了，最近有淡薄白了。Okay. 你看，你看，你看，真的真的，你看。哇！吃辣的啊！哎呦，伊头毛辣啊！你比我小妹辣，更加吃辣。哎，你哪里来？我看你小妹比你小妹强很多，你知阿未？我陪你笑啊你！来，今天真的非常棒哦，因为等一下咱的大亚杯有来到咱的头前哦，大亚杯来真正哦，今天多哦，咱是开大的时间多是八点几，所以当大亚杯来，咱是男生都会使去甲大亚杯夹这个手套，是哦，夹这个手套。哦啊，大家吼、哦、啊，等看阿伯来了，阿伯大概八九点的，咱就来了啦。嗯、哦，阿伯非常真的感谢，安尼远的地方话，今日人嘅人山人海，哦，真的，哦，刘玲玲真的是有那个票房的保证哦。没有啦，你比较有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下来呢要介绍这个一对组合，对对组合，我刚刚能够笑脸尖多真正好。好不好？他们是来自北马的哦。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咩代志？你不跟人播的？无啦，人先来，现在播呀，别今日开单正日啦。哦。播现单才是今日开单啦。哦、OK, OK。要上七年了。OK OK。好不好？掌声鼓励来自北马的龙飞凤舞。来来来来来。谢谢。两挥红布，两杯台北城，红布大飘飘。想知影，命两款，意料难。风花大台，我花花的世界。徛伫云顶，看变化的时代。两袂双江展英雄。风不出海，雾出空。繁华拢是梦。阮想拢爱吧，红线袂甲花莲去爱呾，逍遥伫我内心志，西安云林千万平，谁莫狂谁谁老命，这是有命。千古为心心思想在影，命两款意料难。风
变我的时代，两袂三更变英雄。阮想拢爱梦，红线袂敢飞入你爱内，少年时我来算计，坐落分明千万年。且问风声声老爷，这是有命，天注定。两杯红布非常配合我们的歌曲，来献给大家，也谢谢大家您和爱发财掌声，谢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姐弟俩非常感恩我们立新娱乐制作们的老板志伟大哥给的机会。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祝福大家哈，非常快的还剩下几天，那么就踏进这个2015年。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开始，新的冲刺，万事都更上一层楼。好，那么马上呢，献给大家这一首歌，是一首非常轻松的福建经典老歌。对，行路得过，来送给大家，谢谢，希望您常会喜欢。Thank you， 也非常谢谢我们非常棒的维勒斯大乐队，谢谢，还有我们灯光音响老师，谢谢。相人，我相相照顾，用我的心好落落。
Thank you。谢谢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谢谢大家。来，也谢谢我们四位非常专业、非常漂亮的 dancer， 谢谢。好，那么节目啊，我们继续安排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合唱的福建歌。对，嗯，这首抒情的。爱料不久会送给您，谢谢。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您可能会喜欢，谢谢。那么再一次呢，感谢我们的哦维勒斯大乐队，谢谢。献给您，爱料不久会，谢谢。跟弟弟，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这一首福建歌，我感觉讲你跟恁大姐关系真好，安怎？因为真的一世人吼，爱做工吼，一个大姐甲小弟吼，做同学同辈部的吼，对啊，是一种缘呐。对啊，一种缘分。来，咱个叫小发一个通告一个吼，有人咧他帮标米外口是袂使哦，照抄。两边大路，我人有先车你会使趴，好，迄个电房咧十二路口袂使趴，好不好？我们今天知道很多人潮，但是我们的李叔有来这边交代哦，如果你趴在那个 BUB 的外面，照抄没有得奖，
两旁的大陆都可以办，我们有申请准证。对，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亲爱的嘉宾啊，你的车如果放在 BUB 那边，马上要移；如果你放在十字路口，也要马上要移。对，如果没有移的话，得到三万可以拿来跟我们的王雷大哥 Cream。OK， 如果你们中三万，我跟你讲，这一期的议员跟我很好。对，如果你们中三万，那张纸条等一下拿来后台，好不好？拿来后台，我帮你处理。我也卖听下嘴就好。哦，那个纸条你无听我讲了，你条做完了了，割掉。你等第二张来，你甲去下，你看唔着。来聊聊一下，哦、两姐妹哦，同时两姐弟啊、哦，两姐弟姐妹，对吧、哦？我是有的，从小在一起长大吗？对，感情很好，对，看得出来啊、哦，你看得出，对，看得出来、哦。你们看不出吗？我跟王雷也是姐弟，呸，啊、同父异母。你穿甘衫，我对你穿甘衫；你穿橘红玉橘的，你怎样啊都当红的？你今日是甲恁爸过袂得去啊？无用。嗯。你个话甲啥物无用？安怎咧？你面都搁咧乌大个，你笑。顾麦笑比。一般都谁见谁见嘛，刚好他生孩子过后的时候，哇，他以前是笑哎，不他妈，结果奇怪，他拿一只黑色，我们画那个眉毛的啊，对，哎奇怪，安怎他们家己剁家己头毛，哎老恐怖，谁见谁个起笑，日子乌乌，他们剁剁剁，他们剁家己头毛，一时间落头毛，没，我家己剁剁，我安怎他们家己剁头毛，要破病，家己头毛就像落个冷冷了，然后乌乌来卡尾，佮看袂出。就是以前落到无头毛啊，对啊，啊变到即阵我的囝看到我，想来是讲我是师傅啊，我囝一起来就阿弥陀佛。来，两位真的很用心，是快手的，对啊，很用心，来，我们要欢送他。对，那真的谢谢你们两位啦，谢谢。所以讲吼，你这个歌台用心打到出头天。这两位也是咱王雷吼大哥。一哥跟他介绍过来的，对啊，好心啦，看到彩绘啊，有。哎，拜托的哦。安怎？爱摸就摸，莫用手拍我的肉啊。安怎呢？真贵，就互你拍歹个。是咩？无安尼看啦，我过这边较好。等。安怎？大家团来了。哦，大。我超兵进来了，然后即种家己应该是拢总来看你的，我跟你讲。无啦，来看你啦。无啦，我即种我看我看会出，看我一个嘛，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哦。向家己拢总是歪，啊，行落歪一边的啦，啊，讲话会流烂啦，无喙齿的拢总计是来看我。哦，你。啊，较侪凶正常爽，毋是来看我，对无？啊，毋是哦，伊讲毋是哦，对无？啊，我当伊讲哦，无你讲歪歪啦，啊，无你讲话硬硬的啦，拢总计是歪卡。应该是拢总你卡。啊，怎呢？我有看到伊两个咧比手势。有影咩？很累。你听你放屁咧！来，幺幺聊聊你啦，最近的幺幺拍还没有拍完呐，长寿剧嘛，隆重几集嘛？目前是195集啦。这翕到第几集？这翕到，已经我咧翕是60几集。哇，笑了，跟翕到5年尾翕到了，恭喜发财啊！哦，恭喜发财，慢，功夫的句话，慢慢挨啦，慢慢挨啦。你无代志，赶紧，你赶紧去吃面店，赶紧去吃。我吃。啊。我再来，我袂单啦，无诶，无别先甲你借2000啊，2000交无一年，一年交无。袂听，我讲两，妈那袂听，一讲嘛拢40几块，恁囝一日。40几块，50块。50多块，恁囝一礼拜食几块？卖咁多啊！一礼拜食几块？两礼拜就一讲了。就两礼拜一讲，一个月甲嘛拢两讲，对无？两讲一个月嘛拢100亿。一年甲别人1200、1300块，1300块，恁囝怎活过？我多，14个月，他着一年，我唔想跟你欠你1000多块，你平时靠袂靠母，你爸袂说不，我你靠袂甲衰个。我唔是靠袂靠母。你无你靠袂靠母？我担心嘛。担心什么？因为哦，出生人来叫你去死啊！我惊啊！男主酒，我主未死。我咧，我从来不酒的。我跟你讲，拜托你会使较轻的袂？安怎咧？后面你连拄我目睭听咧。是咩？我跟你讲，你是唔捌试着啊？系啊，唔捌坐坐过袂，踮边你。我跟你讲，你爱试，你有本事，你试来好势。安怎咧？来一粒2500。试一粒2500。我讲啊。2500啊。2500啊。2500啊。笑的，我去问我某边女的，对不？
袂，我到底看歹了？袂歹啦，伊是歪歪你个巧食就袂歹个。要笑你啊！该讲去垃圾，咪就死袂欢喜。我讲个天公，我嘛甲你讲，我有得咧。哟，下位歌星哦，了不起了哦，他真的为我们的歌台争光。安怎咧？是个排名咧。安怎？个手互你看，无代志个拄啊红个。袂要紧，个关节拄了，奇怪拄了，别个试衣煞袂咧。你介绍什么人啊？我这个厉害了，推浪歌台真的争了一口气啦 ，Superstar， 对，大决赛，一个歌台的人，去台湾参加闽南语大赛，杀入20强，只有他一位新加坡代表，上一届，还有啊，在马来西亚参加华尔冠中冠哦，也是拿到第3名哦，新加坡的 哦，新加坡代表，他趁着最近的成绩非常棒，好不好？来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周俊安，洪洋先生。好，大家好。大哥好，大姐好。你好。好久不见。修祥，修祥。这个是袂去食药出来是无？恁囝开始装白灯了，我看恁囝要将恁囝的面的，会哪讲？啊？你照问个。啊。伊是去台湾去甲起笑顿啊！我唔知呀，这头毛，我来知呀，起笑这是什么死人头啊？我唔知。啊！林北爱头毛爱到要死，你卖头毛四煞天，天够够加着那款。哟，最近怎么样啊 ？OK 啊，最近很好，很好，很久没有回来，所以我很想念。想念台啦，对不对？对啊。给我来出席的。你不要跟他说华语嘛，他华语都讲不清楚。华语讲不清楚，为何？他华语不溜，比较不溜口啦。比较不溜口，没有啊。我华语。因为你去了台湾啊，你回来就很讲得很好，所以他华语刚才在讲，他在抱你，我都觉得不清不楚的。我他讲什么我就听不这个啊，因为啊，因为啊，这里啊，你可能哇，真艰苦啊。我逐摆若是该做主持，我等于想就头晕三工啊。我跟你讲，你今天别去打着因厝的风水咧。我应该是我乌落着我，你听阿未？我当早就台卡听。我乌落，你会接受咩？我接受，我接受诶。真诶？来，大家听看麦，王雷正烟斗诶，你听看麦，无人拍破，王雷上老狗诶。那你哪有噶好意思？我会生气。我已经被人家定型了。哎呦，破病你是咧饲老狗多啊？是无？来啦，哦，这个袂歹，哦，哎呦，小哥带就是 OK 啦，一个水师爷啦。哎呦，看，我看你应该加只头毛，你变一个，变一个，我看。哦呦，足水的，往个加只水。你注意无？你注意无？你后边啦，牙关。后边看。哇，我小妹第3期嘛，是哩。你阿妹头毛比你妹头顶较多耶，对啊。啊，你觉得剪这样很方便哦？不是，因为特别，那时候是特别嘛，对不？对啊，然后笑脸哥啊，算是蛮幸运的，就是现在去到哪里，人家看到都会记得哦。对对对，哎，吴亚波，来外卡来了咯，来外卡来了，你看大波哦，听起来上贵，电舞台本比伊较贵耶，吹不了嘛，外卡拢总计是装卡。你会叫有来无？你会叫有来无？有啊，你咯。哈哈哈！哈哈！会变好嘞，问候你，你会叫有来无？你无就叫伊来问候，无你看了之后，你问候看王丽啊，恁大姊有来无？哈哈！廿几个咧笑笑，阮大姊。我会叫有来无？啊！我就唔敢跟人讲啊。安怎呢？我咧叫该生的啊。你咪猜过嘞，你惊？你咪猜过嘞，无信啊！你龙，你做龙中外开，做龙中外开，做龙中外开，你注意看，有龙中外开叫安尼款嘞。我跟你讲啊，伊敢若有点声性的嘞。安怎嘞？伊差不多半点钟爱到40分钟，伊就行来骂你一摆，欠要40分钟，我勒就甲你。安怎嘞？伊咧酒啊？哈？伊啊，伊咧酒啊？唔是咧酒哩啦。伊咧酒，我无惊啦。哎呀，无惊你现在讲话，新加坡咯，这个行拢讲一大波嘛。好，大家第一介绍。过来了，过来了。啊！哎呀，停了，你快一点，好嘞，这个乖乖坐，乖乖乖乖乖乖乖坐坐坐坐坐。太细了，哎呀，做好你做咩？无叫八条，叫卖半条。啊！人个
唱我真好诶。哟，真好。他歌唱得很好。谢谢。那么呢，样子呢，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对。哦、所以今天晚上呢，那么爱给洗耳恭听点、欸。你最近最佳的成绩是不是拿到新马冠、中冠第三名？对啊，好，对不？哎呀，是我的咖啡书狂。有两场，一场是在新加坡，一场是在年头，一场是在七月。啊、哦，乱丢东西，就让你看了。哎呀，这个啊，安怎想不通嘞？小金安怎也在帮你出来了，是不是？来来，第三名华语歌曲嘛。对对对对。全部几个人参赛？那个是邀请赛。哎呦呀，邀请赛啊，二十个吧。来，我们的观众大家都要洗耳恭听啦。今天安排福建歌无，歌台甲比赛甲表演无相像，哦，爱华语歌，那歌台爱较侪福建歌，好不好？哎，听说，哎，今天有安排福建歌无？给你。啊，有啊，一首，哦，一首，一首。一首什么歌？阿妈的话啦。奇怪哦，你奇怪哦，你怎吼一出比赛回来吼，你歌台你敢那真紧张。不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回来了。对啊，你敢那？你看刚刚我一来到这边，我看到大哥跟大姐，我觉得很开心。哦，有欢喜，我给、欸、哦，哎呦欢喜，哎呦，我那个不是兴啊。不啦，是真的很想念大家，然后我看到老板啊，看到四伟大哥，看到老师啊，老师他们有。对啊。无，我是要跟你讲一句。安怎？安怎你自家家己戆戆的人讲一句？你无会唱我就好啦。你白痴啊！你讲啊，你搁唱这句，啊，头家嘛甲你顶啊。伊甲你顶，这是有意思啦。安怎咧？什么意思咧？你夹掉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安怎咧？行啊，卖搁红门啊，行啊。你哪戆咧？希望啦，空空你笑的咧，让空空。好来，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很开心呢，今天能来这边为大家献唱。然后今天呢，这么久回来，歌台还是最棒的。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催出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这希望太多，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人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太多，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人生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好的，大概要三个月了，两三个月了，没有站在歌台这个舞台，真的还有一点不习惯。像刚刚大哥说的，上来我会有点啊，拍摄拍摄了，因为什么？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不会口号，我的干妈，然后所有的大哥大姐，今天呢来到这里，也希望大家看完歌台可以回去呢啊。平平安安发大财，好不好？接下来还没来之前就有了一首顶歌，一首福建歌曲，送给大家一首阿嬷的话，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上好，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给我。伊嘛常常初起有一日，看人在佚佗，看人在办公会啊，看人在比小姐。伊常常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读册，唔通大汉像恁老爸啊，遐尼啊狼狈哦。在彼个时分，阮拢听拢无。阿嬷，你到底是在讲啥话？大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放在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常常拢会予人真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在阮的心内，常常拢会想着伊。Oh
人情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在阮的心内，定定拢会想着你。谢谢我们四位漂亮的舞蹈员老师，谢谢。然后呢，今天三首歌曲，两首已经唱完，非常快，我觉得好像时间很快哦。第三首歌曲，一首广东歌，希望你们会喜欢，来自 Beyond 的一首《光辉岁月》。你居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风发大点唏嘘。黑色皮肤给他的意义，是一身服役，肤色到尽忠。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希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要能做到。可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不分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要能做到。
谁又能受冻？越厉害唱、啊，谢谢大哥。我还到今天，我有一点遗憾的一个。怎么呢？这么久没有上歌台，我没有听到全场掌声，我不爽。来，我们来听一下全场的掌声，好不好？哦，你的歌唱的真好听、啊，棒啊！谢谢。所以呢，天是公平的，好听到没有人鼓掌。没有，你的声音就是我后天啊。谢谢。但是你的人呢？啊，一起见桃魔派，你好不？不耶。他是这个头发坏掉，不然拿更好，这个比较特别，很多人能认住他。他一出门，人家就会认住他。现在人家每次叫我大梁，知道吗？是叫我梁志强。梁志强啊，会像吗？不像啊。没像啊，像你还是像梁志强，不像对不对？哎，坦白讲，像辉哥也差不多，像梁志强。也不像辉哥。哎，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唱这三首歌，我后面这唱你听你调阿嬷的话哦，我感觉咱古代人死不伟大。古代歌声大概四面墙，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你看，咱们的下好，什么啊，印尼也好，很少一位歌星的话，你连说唱三行歌无少唱，华语、福建、功夫，哇，真的要给他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好不好？很久没有来，谢谢大哥，谢谢，棒，真的很棒，这样子好不好？啊，因为通常好的歌手我都很尊敬，对，也很敬佩啊。我知道你唱了三首歌，你意犹未尽啊，所以很想再唱啊。我给你一个机会啊，我跟你合唱怎么样？好，哎，哎，啊，你看这白面的，白面还在那看谁顺强的，对不？你又无咧做顺强球，对。我唔是讲，你话这款人哦，心偌毒，对，每款也比臭大的。因为陶晶莹哥，我在后台有听他讲嘛，他唱了两首，很快就唱了两首。对，所以他没有说，而且他的歌真的唱得很好。如果想听我跟他合唱，要很多人掌声，要不然我没个怕脏嘛。像你 OK 吗 ？OK 啦，你来那就跟送哦，也才跳跳第四条。我老实讲啊，我若唱，我就该唱了。你也要跟你唱，一年过年分给我，我就跟你唱。好失败了，你哪有较好？好失败了。来，哇，大哥，你要快点还啊！我拖了一年了哦。我也不知道你要唱什么歌哎。啊，合唱歌啊，因为我合唱的不多哎。啊，男人情如人心嘛。来啦，快死掉啦！啊，芳醉啊，啊，无言的结局啦。云中月圆。啊，也是可以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你可能唱输哦。啊，这个半夜唱小歌无被照啊。我有唱过。对，啊，你把它唱过。我有把。王叔刚才合唱一条叫《选择你》，他因为他所有的男歌星之中，他的音阶最高。谢谢。你讲啊，不用，你别等出来去练，好不？OK， 选择你吗？啊，选择你啊。啊？好一半哈，一唱一半，一唱一半。好啦，既然肥爷甲你求情，我比面互肥爷，因为甲我上公司的，我互你唱一半。OK， 来，听看卖啊，分掉哎不，选择你啊，是啊。OK 啦，不要我 OK 啦 OK， 但是要澄清一下。老师什么 key 啊？澄清一下，澄清一下，好不好？我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来，我一起刮豆嗨嗨，要放一个床在那边给他。我为了你呢，你穿轻的，我也穿轻。你别卖对你了，我就穿穿我家己的穿你就好了。我平常必须要你戴。我妈的呀，怎么够你变换红啊？你连换衣就出来，你变穿干的，你换白面出来，拢莫无弄着。来，听我麦，这首《选择你》。
老师，对不起，可以再高一点吗？你白笑到放屁啊！好一对狗男女。继续卖给我笑嘛！伊破病，伊个出力，你知？伊连恁爸鼻腔不阿龙的，恁爸是袂喘气啊！恁爸当然是爸，是爸爱喘气，唔是爱笑啊！你准备哭了到底？我是为着吼，卖让人结心。哦。咱做歌星，咱做艺人，是不是吼？观众的意愿就是我们要达成。是的啊。对啊。啊，头先书生所讲的啊，要不伊是咱的歌台界吼，这百高艺的天后，要不啊，所以又讲一句话讲，早死早好，我就其实无得去啊。我你欠哪把阿叔啊？你知影无？
火车我安怎袂死？你听阿袂？哇！火车我马上退来哦，拄伊拄啊用啊吸落到地，哇！拄啊闻到伊手把人真个毛乌，我煞退起来。我老实讲，我们王雷达的歌真的唱得很好。对对。不要！谢谢我们的王雷，谢谢。这个哈，珠江人爱跟追灯来歌台，对不对？这种真的是我们的歌台，真的是唱将。真的真的，那这边的话有新人啊，但唱袂起啊，要为了阿妈话，真的唱甲真的，我阿妈咧超出甲古灯来马斯林啊。你讲话我袂听。再来，我再来。来，今天等了，等几条报给侬们吃饭啊。那是讲等阿伯有来跟咱大情吼，今天是拄啊咱开团37年，今天是假日，所以等阿伯来有分这寿托啦，咱就是男生就先去吃平安啦，好不好？来，这个介绍这个就别开玩笑啦。这里哦，啊，咱来用不同的方法来介绍。哎呦，因为我们今天你看。招牌这么大，对吧？立新，立新娱乐制作，对不对？立新了，立新了，立新娱乐制作，立新，谁敢谁敢啼笑？因为哦，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个唱片公司叫什么？立新啊，对吧？对的。啊，这是我阿伯讲了，立新绝对袂赢过立新啊，安尼了。哦，那个还没讲掉哎，你袂搞傻你？立新娱乐制作，你讲的立新讲啊，准备多长？你猜会？我跟你讲啊。你要好好的介绍。哎呦，你能够有今天，你很大的功劳是靠他。哎呦，真的嘞，哦，伊十台八台拢做伊的啦，保证侪人唔知影哦，看有李星甲侪十台有八台话的嘛。因为台人侪人真侪人唔知影内幕消息。啊、对。为什么立新娱乐制作？对。十台内面有八台是伊。对。我捌听一个人讲，对，后边已经三阿伯做已经30,000去了。啊、你不要，你报袂掉，上少才袂六万呐。哎呦，我报六万，你爬袂掉，我无骗你诶，加值六万，6,000本无人爱啊，不讲。这款翁啊，阿嫂啊，你想伊啊，安怎要敬服伊啊？那是我阿妹是起来倒过来来，金竹竿板就该剁了。笑啊你！哎、欸，我老哎，我报对你去安怎做？你唔通哦，明仔早起起来，你看你面就四百步。我是讲什么啦？要讲了诶。你讲什么？花园的果然比上做做，甲去治金钟，甲去做生意，不爱考虑啊！哦，恁别错，花园啊，无代志，无代志。花园啊，我要救你，听好个。这一位真的。你喜欢哪？啊，你喜欢哪？安怎嘞？讲着你啊。安怎嘞？你辛苦的物件会使吃啊？拢总烂。有啦。像阿摩丹袂喏，我甲你拜托者，你会使规工卖就摸我的手、拍我的手，你敢会知袂？不是，你指袂背死袂好捏了听无？那奇怪，我巴萨买菜。来，一个门清我。我食这了。这一位是不简单啊，今天穿着很漂亮哦，而且哦。你可以用英文的来介绍他，比较有国际水准的。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next performer from China, Shanghai.20 years ago, he came to Singapore. He gave the Lex Entertainment the boss, Saki. Starting, eh, yeah, oh, but more than getting what's in only. He can come up more. He goes Saki, he made a bell gong now. Let it for what everyone was in China. From China, Shanghai. 20 years ago, come to Singapore.来 ，give the 我别想啊你，啊不你不你不，这这么麻烦，你不麻烦。Ladies and gentlemen, show。Let's welcome our superstar from Shanghai, Yuan Jing。老婆啊！你咪偏咪个老婆，报个平平平个数听嘛！
很多，所以 superstar 我神经病，哪里有人抱你抱到手手疼嘛？你笑诶，你肥，你跟你人比，你是最近你先用你真多，赚真多，你先诶累少，比你咪较牛婆，要不再过恁爸做伊无半条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如果以两种介绍法，大家比较喜欢我这一种的，还是比较喜欢他那一种的？我们以观众的决定来评审，好不好？如果喜欢刘玲玲的，掌声表示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如果喜欢王雷这一类的介绍的话，请大家不要掌声以证明。不要以掌声证明。我比你更厉害，好厉害，比我更厉害，感谢。我猜噶，我有跟你莫讲啦，阿明是金钟 Q 的，不是铜的。你要再去试过的比赛，靠家己，别靠别人。其实老实说啦，讲好听啊，你上来的，敢敢讲啊？老实讲，林姐的介绍咧，虽然我有淡薄不好意思啦，但是我真正爽。哦，你爽哈？啊，薄你就爽啊！你别吞沙吞口，你就跟爽啊！不，我来。啊，你看薄你就爽啊！哇，厉害！这摆就真听讲话，安尼薄真爽啊！我问你啊。邓丽君小姐是来自哪里的？来自台湾啊。台湾，她属于是什么界的歌手？她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的歌手啊。她是属于国际界的歌手。哦，国际，对对对对。对不对？她是一线歌后。对啊。那她唱的是什么歌呢？她邓丽君的歌。邓丽君的歌，我们是不是要对邓丽君小姐尊敬呢？对对对对。那么听到她的歌声呢，就好像呢文如其人呢。哎呦呦呦呦！所以我们要给她尊敬 ，Ladies and Gentlemen, Show。天哪，有够好！这班，这班的是惊死人，还是死袂熬破？这个应该拍你心真多啊！那这个人水对不？哦，给你穿个白相相。啊，没。我讲真嘞，我有感觉，我有感觉哦。这几年我当面咧访问你吼，我感觉眼睛有淡薄输高啊，我不骗你，卖讲。我跟志伟讲丑话用，我就死。对，当年哪部你跟你那放假没有就出来，对，我感觉有淡薄。苏格力啊。淡薄。苏格力。伊若是有影苏格力，我马上嫁予志伟老爸。像你的放屁，那是吹一声吗？不是，你讲哦，我苏格力得了。你苏格。你得了好诶，我苏格力。看就知道了，对吧？大家安定看到了，您看到了。老师，头先的 music 给我放出来。还有这，听到无 ？music 不走出来，咚咚咚咚，阿叔阿明就先走出来，咚咚咚咚。我们呢？当然呢，还是最喜欢你的歌，因为 对啊，你没有凭着你的先生的力量来创造你自己的成果，那你都是呢凭自己的实力呢，在舞台上把自己打扮得最漂亮，那么选最好听的邓丽君的歌，那么开了个人演唱会，也灌了个人的这个唱片，所以呢个人专辑，那在市面上呢也受到了广大歌迷们的喜爱，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当然要洗耳恭听，轮到你来恭维一下。我跟你讲，他不止在唱歌事业发展得很好哦。最近而也自己做这个生意哦，自己做生意起来哦，做成为老板娘哦，哦啊，咧卖糕饼卖甲变变少，最近咧卖迄抹面，我有该抹，我咧最近有甲滚，比较怀疑，真的，哦真的，啊，灯光还是蛮有亮，你讲我无婆姨，我婆姨，原来你够个老婆儿，连化妆品不行啊，你看呢，不过你，因为看他。怎么说呢？其实他的五官长得不错，只是那皮肤。啊！我来跳海，五官长得不错，没事啦，卖强美派啦，哎呦。只是头发少一点吗？我你讲话淡薄输高我咧，你讲是。没有，只是皮肤比较黑啊。你讲什么？啊？他说你喜欢他，因为你长得我输给你多咯。等一下，我跟他解释，你卖欢喜，你长得伊输给你不？天啊！你知道他输咖喱不？安怎？伊来新加坡，
头一个旅游胜地啊，伊就去动物园啊，看到阿明，阿明煞死去啊，你看，所以对他念念不忘，看到那边就是阿明。哎，我们要好好来听他的歌。对啊，对啊，带来什么歌曲啊？首先带来这一首《北伯丹》。你要注意哦，歌台唔把人低唱无，你讲主要是英国那种爵士的，无够低唱无，你要注意哦。啊，我了解，你要去爱爱怎样？啊，你话袂听啦，行啦，行啦，行啦。不要你这个鬼门怎么？那跳啊你！好，带来这首《北伯丹》。